来，之前是把这个糯米饭蒸好了，是吧？对，糯米饭是一点大米都不加吗？不加，一点都不加，都是糯米。对，哇，黏黏的。这个糯米呢，应该是提前泡24小时。我看见糯米之后，我就闻这个味道，我觉得能想到粽子的味道，真的是。对，哇，太香了！你看它整个那个黏黏的感觉，真的是。中国人特别喜欢用，在特别过年啊过节的时候用糯米来制作各种美食，就是中国人每一个节日都会跟糯米有关，是吧？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吃的粽子，然后腊八节的时候呢吃的那个腊八粥，包括八宝饭都可以。这是加大量的糖吗？白砂糖。白砂糖这个还是看大家自己的量吧。对，有的时候家里爱吃甜口的，就放点糖，按照自己口味。其实按照我们南方做八宝饭的话吧，它里面得放点猪大油，但是我觉得不提倡吃。对，对不对？生素含量都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呢，中医上认为糯米呢，它有食欲不振的人呢，我们说经常可以吃点，稍微吃点糯米的东西。另外呢，它有，因为它性质比较黏腻，所以说中医上认为呢，它有一个止汗和一个缩尿的一个效果。像那种出汗比较多的人，自汗、盗汗的人呢，或者是夜尿频多的人呢，我们说也可以吃点糯米来补虚。但是呢，这个糯米呢，性质一方面是它黏腻，可以收敛固色，但是另一方面它是黏腻不好消化，所以像脾胃不好的人、老年人、小孩子吃糯米的食品呢，一定要适量，不要吃得过多。明白了。其实我们会发现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提倡大家吃粽子的时候、吃汤圆，都要强调控制好自己的量，是吧？对对。包括今天我们的八宝饭，我看到刚才呢，张阿姨把这个八宝已经给大家选好了，我们看到都有什么？有这个杏脯，有红枣，当然还有葡萄干。还有什么？就是生的核桃仁，是吧？家里有什么都可以放进去。对，这个八宝饭就是加了这么多的一些干果类的，所以说它的营养更均衡。你比如说拿出一样的，我们说这个核桃。核桃。核桃呢，它的脂肪呢，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，也是呢它。可以减少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，所以更好的降低人体的血脂。另外核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长得很像人的大脑，脑就像那个脑的灰质啊之类的。对对，所以说这个核桃呢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，像小孩子正在生长发育的小孩子或是老年人呢，多吃点核桃，对智力的发育以及对预防老年痴呆都有一定的保健作用。都说那个核桃平时的时候常吃，也对自己的毛发生长也很有好处。对对对，就是，你知道现在我们用这个八宝饭呢，这部分这个工作其实主要是给它填的紧一点，一会儿还要用到红豆沙，是吧？对，中间放一层红豆沙，那样子才甜甜甜蜜。对呀，您也压一压它。我看到刚才您这个放配料的时候，这个碗上涂了一层油，涂油的目的是什么？不粘了吗？不粘，一会儿能扣过来，是吧？对，一会儿扣过来。啊，你扣也扣不掉，八宝饭最后变成普通的米饭了，是吧？来吧，这个红豆沙的量大家自己选择。我要是我的话，我会多放一点。多放点，可以。就都涂得满满的，然后一挖一口啊，就，你知道一挖一口的时候，你发现就很多红豆沙在里面的时候，你没吃之前就觉得开心到要命，然后你再挖一口的时候去吃，就觉得很满足。会甜到心里的。对，甜到心里头的甜。太甜了。哇，都放进去吧。南方口，今天这个南方口。如果北方汉子看到这道美食就觉得，哎呦，是不是太多了？因为我们的糯米粥本来就放糖了。哎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糯米粥还要放糖呢？反正有豆沙了，不不，那甜度不行，不够。甜度不够，嗯，就是保证它每一颗米粒上都有那个感觉，对对对对，粘附一点甜。需要压得很紧吗？要压得很紧，紧致一点。这回一会儿扣过来就直接可以吃了，是吧？其实今天我们这几个配料，你看这个红枣啊，是对女人很好的，是吧？对，补血，嗯。而且你像这个葡萄干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小零食，因为它含铁元素还有矿物质非常的高，所以对缺铁性贫血的人，还有像妇女呢，也是经常吃点葡萄干，对身体非常的棒。但我吃葡萄干很怕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糖太多，有时候就觉得吃了很多葡萄干之后，就等于吃了很多肥肉在自己的肚子上一层一层。但是这样就是我们说没有营养的食物，只要说你这个量和科学的去食用。你就像今天我们说这个八宝饭，它放了很多的糖，但是南方人喜欢吃甜，你也没见南方人是长得非常的胖。现在个个都很胖，是吧？对对。恰恰相反，是南方人反而长得比较瘦弱。虽然是一种甜食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摄取的量是科学的，是在一定范围内的，那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，而没有会说变成多余的脂肪存在体内。所以说你看我们八宝饭也不是天天吃，你要天天吃，我相信你不得高血脂才怪呢，因为它本来就有很多的糖在里面。但是你看，我们一年到头。然后吃这么一份甜，也算是吃点甜头嘛，是吧？偶尔的适量来一点，不错。来吧，最精彩的部分要来了。这个八宝饭应该就放凉了以后，然后再扣。对，来，我们看看现在能不能扣下来。看看这能不能扣下来？对，我们要拍三下，是不是那种感觉？拍一拍，
好，来吧，最精彩的部分就要给大家呈现出来了，来吧，好，我们现在凉透了，打开它，打开它，噔噔噔噔。